从2012年，北京经开区迎来国内首家民营运载火箭研发企业，到现在商业航天已成为经开区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一项项商业航天的第一，在北京经开区火箭街区开创，南建产业发展步入快轨，航天新动能正在从北京飞向宇宙。从星辰大海到陆地新景，无人驾驶在北京经开区率先开跑。头戴礼帽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化身新司机，线上预约即可送达目的地。无人配送车变身快递员，输入开柜码就能取件。无人售货餐车成为外卖员，亲手护送你的一日三餐。无人化的车辆和服务正逐渐融入市民的生活。北京这个约60平方公里的全球首个网联云控室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正是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发展的缩影。行稳致远，进而有为。这个15厘米的小零件却是工业机器人的心脏。目前高精密减速器已在北京经开区实现精度、寿命等方面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自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落户以来，北京经开区成为了标杆智能制造工厂的集中产生地和中国智能制造标准的诞生地。285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中，有1/3来自经开区。方寸之间，尽显北京创新实力。经过十年的创新发展，北京经开区已形成高端汽车、产业互联网、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0.3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北京市30%的工业增加值。十年时间，经开区工业总产值从2188亿元增至5712亿元。以北京经开区为代表的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正在为制造强国贡献北京力量，奋勇迈向全球产业链前沿。方寸之间，未来已来。